生命受苦，真爱一切生命，生命天使与您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即殷勤恳请可尔为汝等做八戒本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福戒者，是如来利益众生之首务。贤人圣者，修道之要诀。为现世快乐，为未来解脱，或是发菩提心，这三种根器动机，都要守戒律。所以在家、出家，七众同收，持戒就可以不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乃至现世没有这些意外痛苦、死亡，而来世直接升天或做富贵人等。持戒可以超越三界六道有漏轮回，而毕竟登上涅槃觉悟彼岸。五圣运载皆为轴匣，万善克备皆为基本。各位于今天借此饭店礼堂求受八戒者，先当晓了八戒明体，此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关者禁闭之意，就是有八条事，各位绝对不要去做，叫金币八事不放顾。斋者其意，今天中午吃完，晚上不吃，过中不食为斋体。外在八事铸成内在清净斋体故，尤其八事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
所制定故，即也。一名哉，其身口意三业故，以身体的行为清净，没有杀生，没有偷盗，没有男女淫欲，虽无秽恶故。今天口业清净，无论如何控制自己，不骂人，不骗人，不讲别人是非，不讲没意义的话，口业起则无诸过失，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平常我们很容易起心动念，想东想西，快乐生气等等，但是今天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生气。就像后面这一尊念一下，南无不动如来，这一尊佛是修八个字而成佛的。学佛不是光拜他的外表啊，念名字啊，而是要了解这一尊佛代表什么。就像你认识你爸爸妈妈，他的外表没那么重要，爸爸很善良，妈妈很温柔，那你就会很高兴，你会学这个善良温柔，那你就抓到重点了。那这尊佛修什么呢？念一下，诸缘不动，无嗔大悲，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他都心里不会起心动念，叫诸缘。儿子死了，抢钱被抢了，别人侮辱你了，把你泼大便啊，勾引你啊，不管发生什么因缘，他心里不动，所以叫不动如来。那我们要学无嗔大悲，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你，骂你，回报你，你都不生气。有人把你儿子杀死了，你也不生气啊，只想帮助儿子超度，也只想帮助这个杀人的人不要再杀人。大悲心不但不生气，对任何事情任何众生保持大悲心，因为他发这个愿，这样去修行，所以他成佛了。他持戒忍辱圆满而成佛了。所以我想那各位拜这尊不动如来，如果我们跟他一样的心来念他的名字，那你就跟他一样的力量，就这样啊。所以儿子跟爸爸同心，那儿子将来做董事长了，全公司还是听他的。所以我们学佛，那我们本来就可以做到，那今天各位做到一天不生气，保持慈悲心啊。今天别人怎么样啊，今天晚上回去家里人在看电视吃饭，你如如不动，不要被他影响。那你练习一天，那慢慢慢慢你就可以改变命运。慢慢慢慢学佛是一种养成习惯哦。男人天天抽烟，他不抽烟受不了，这样那你要养成不抽烟的习惯啊。就像有人坐下来脚就会抖抖抖抖抖，那你要慢慢改，你不改你脚永远在抖，那你改了就不会抖啊。那你要养成习惯。打坐呢，打坐就是这样，养成心理的习惯，不乱想，不生气，身体麻痛没关系，那养成习惯了你心就安定了。如果你心不安定，你会觉得很痛苦，甚至有人自杀，有人忧郁症啊。就像各位来受八关斋戒，没有男女谈爱情，今天行阿婆嘛，别在到顶困了。养成习惯啊，你不要说老公你没回家我睡不着，那有些小孩子就这样，他没有抱那个洋娃娃睡不着，那这样他就是很依赖，
如果你很依赖，你生命就很痛苦。所谓的幸福啊，不见得是快乐。我有钱，儿子对我很孝顺，老公太太对我很好，那代表你很脆弱。为什么？离开这个你没办法生活，你不习惯。那我们修行呢，一个习惯，习惯一个人孤独，不依赖什么啊，习惯去帮助别人，不但自己可以享受孤独，但是时时刻刻帮助别人。所以你要喂蚂蚁，你要天天喂；你要喂小鸟，你要天天喂。就像各位养成习惯，孝顺爸爸，孝顺妈妈，啊，帮他按摩、端饭菜，你会觉得这样很好，心里很平静。因为如果你不去孝顺爸爸妈妈，你会觉得自己做不对，心里会很难过。那所以坏的习惯不能有，那好的习惯一直培养。所以八关斋戒，为什么佛陀说一个月要六天或十天养成今天的习惯？不爱爱睡，无昂无紧，无钱无紧，就是讲恁昂，和你知影讲伊把好查某无紧，你去吧。随缘，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不然你会很痛苦。有些人就发疯了，有些人就整天关在家里不出门了，啊，有些人甚至自杀。我讲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在西藏，有一位妈妈搞外遇，女孩子生了两个小孩。他先生都去外面工作，然后他就跟隔壁的男人谈恋爱，谈恋爱，谈恋爱以后经常不回家，甚至几个月不回家，然后留两个小孩怎么办？他那个先生又要去工作，然后又要带小孩，他很痛苦。后来他怎么样？相片我们都看到，一个小孩大概8岁，一个大概6岁，他先给他吊刀啊，两个把他吊。让他死，然后再用那个绳子哦，捆在自己，他就跪在地上自杀，跪着，跪着还抱了这两个小孩，很痛苦。然后200多个出家人帮他助念，也不知道有没有超度，我看很难超度，因为他很不甘愿，他很恨，他很痛苦，因为他杀死自己小孩子啊，然后老婆又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他不知道怎么生活。那各位，所以你不要活在幸福觉得很快乐，万一哪天这个事情发生，你不习惯，那就要自杀了，活不下去，吃不落，睡不起啊，你那你就不习惯。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叫智慧。这个世间什么都会变化不要有钱就快乐的要命那保输掉无行李干苦到要死，那你就像干落很痛苦，起心动念不平静。所以就像一个小姐谈恋爱像孔雀很快乐，失恋像乌鸦没狼，那你这么痛苦干嘛？谁叫你去找麻烦？查甫人爱跋筊跋输筊气到要死那你不是自己找麻烦，卖跋筊就赢吗？不很简单吗？所以佛教要叫我们，当然守八关斋戒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不要伤害众生，不然你会被伤害，杀生、偷盗、邪淫、喝酒、骗人、骂人，因为这个会造成你痛苦，爱骂人，爱说人是非，嘴去听就感慨心机不好那忧伤胃肠不好，所以你杀生你去抬，那你就会生病啊，那边痛那边痛啊，特别各位骨头痛啊，那个都是杀业杀来的那所以你要赶快去放生啊。昨天我们放生，今天大家也随喜，昨天我们因为90万兆倍做了很多功德，透过网络
放了以后把相片放上去，大家互相随喜。随喜就是说，他虽然没有来绵兰，他心里随喜，我们功德都一样。啊，佛陀叫我们随喜任何人做的好事，那你必须这样随喜，你的心里就没有嫉妒心。不然你很想放生放生干嘛，对不对？那你心里也不好，那你功德也得不到。啊，所以各位，今天这个女孩子对你不好，欺负你，但她今天穿得很漂亮，随喜随喜。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是你敢量钱量讲水。你能够这样讲，代表你的心没嫉妒了，知道吧？如果你有嫉妒心，你蛮好啊，对不对？他什么好都不好了，就这样，没有一样好。那随喜就是说，虽然你骗我钱，但是你孝顺你妈妈，我还是随喜你。讲你的优点，所以各位要学那个习惯，一直讲别人的优点，这样就好了。一直讲自己的缺点，不要讲别人的缺点，这个叫修行。这样你生命才会习惯。你不要卡定位，阿弥啊，我跟你讲哦，那人安怎拜拜拜拜拜。你已经够痛苦了，你还要大喇叭，对不对？广播电台到处打电话说那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然后全世界都知道。啊，不要讲，讲自己的缺点，讲对方的优点，啊，所以哪一天你会跟你的朋友说：“哎呦，我哪一天看一个女人好漂亮哦，很不错啊，是吗？那我老公的小三呢？”哎呦，弄得很漂亮啊，不错了，不错。那你就不会痛苦，不然你很嫉妒的时候，你就很痛苦啊。所以你要强修行，就是你要强迫你的心去做这个事情。那你做久了以后，你都不会怕，都不会痛苦。为什么？因为你心态已经修好了啊。什么事情？医生跟你说得癌症，哦，太好了，我要去极乐世界了。啊，因为你不会痛苦，早死晚死都爱死，是不是啊？都爱死，但是死了我可以升天去极乐世界。为什么你死会很快乐？因为你受一天八关斋戒就够了，来世至少升天，做皇后在人间，往生净土，中品终身。所以各位，你今天受完八关斋戒，你对今天开始都爱讨求讨求啊你。因为对方再有钱再欺负你，他一直轮回，那我受一天八关斋戒要去极乐世界了。所以有个杀猪的人，杀羊的人，然后呢国王听佛陀讲不能杀生，他很喜欢吃羊，然后他就跟那个跟底下人交代，从今天开始不要杀羊给我吃，不然我会下地狱，佛陀说的，他就不杀了。但是那个卖羊的人说，国王那黑脸不大，他就跑去跟国王说，我杀，我杀给你吃，哎，你不用自己杀，我杀完以后我来世还升天。那国王说，你起笑啊，你杀羊会升天，哎，他说我保证了，如果我杀羊不升天随便你。然后隔天国王就去跑问佛陀，佛陀你叫我不要杀羊，杀羊会下地狱，那个杀羊自己找来找我说他杀给我吃他会升天，真的吗？国王说，那释迦牟尼佛说真的啊，那呢我杀下地狱他杀羊可以升天，为什么？那佛陀说，你不能看现在这个杀羊的人呢，他过去是有一次人家受八关斋戒，过去是他也参加，所以他参加一天八关斋戒可以七次升天，七次做人，这一次是他第七次做人，他还有一次要升天，因为他受一次八关斋戒，等他那一次升天升完了，国王你也不用羡慕他，他直接下无间地狱，因为他杀很多羊。所以同样的一样意思啦，各位，你赚了1000万，你可以好好用用3个月，但是你欠人家的500万你要还人家，到时候他就来跟你要了。所以八关斋戒很殊胜，一天就可以
改变命运。啊，如果你得癌症，受七天，药师经说受七天八关斋戒，然后放49只动物，多忏悔，命运可以改变。啊，那你一定要相信佛说的。所以受一天的八关斋戒，可以终品终生极乐世界。每次我都讲给各位听。今天你有堕胎3个小孩，你想要让小孩子去极乐世界，你也要忏悔。那堕胎3个小孩，受3次八关斋戒，啊，3遍。然后你妈妈又堕胎2个，你替她受2次八关斋戒，回向给她。啊，那什么时候受没关系，今天你受了，你决定下个月再受一天，你决定礼拜天再受一天，随便你，因为你发愿了，他就得功德。然后受八关斋戒这一天，那我们就多供香，多供花，多放生，多诵经，那功德更大。所以你平常在家里诵地藏经念一遍是一遍的功德，今天各位用八关斋戒念一遍地藏经变成1000000倍，因为戒的力量。所以我们出家人点一盏灯的功德超过你们点1亿盏灯，因为出家的功德啊，你受五戒点一盏灯的功德超过没有受戒的善良的人点500灯的功德，因为你受五戒了嘛。所以那各位今天中午受八关斋戒，在这边用斋，然后供养的人福报就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守八关斋戒，他供养你一顿饭，那这边有500个人800个人，他可以升800次的天啊，因为我们他供养我们，我们有升天的功德，我们有去净土的功德，他可以得到。下回传八关斋戒你要排队，我要打斋供便当啊，所以我们要利用八关斋戒忏悔，像各位今天说八关斋戒努力忏悔，那你可以消无量世的业障。所以佛陀就会说斋日来忏悔，那可以消2000劫业障，8000劫业障，就这个意思啦。所以说八关斋戒最划算了，啊，最划算了，消业障最快，积福报最快，然后所求满愿啊，你女儿要结婚，那你替他受八关斋戒，回向给他，或是他自己愿意来受。那么他问你妈妈为什么要受，安尼就过好安，歹的拢袂来找你，好的来找你。你女儿要怀孕生小孩，就要来受八关斋戒。他怀孕的小孩没有业障，也有受八关斋戒的功德，他才会来投胎。所以八关斋戒可以让我们啊。不生病，慢慢的消除，然后不会下三恶道，不会下地狱，然后可以消灭很多的罪障。而且受八关斋戒，今天努力受车祸啊、水灾啊、火灾啊、地震啊，这些你不会有。再来呢，来世长得很漂亮。为什么？受八关斋戒眼睛不能看电视，受八关斋戒耳朵不能听音乐，所以你的眼睛耳朵受八关斋戒不能啊吃好吃的，要过午不食，所以你的外表皮肤受八关斋戒不能洗香皂擦香香的，所以以后你皮肤就会很漂亮，眼睛会很漂亮，这个叫维系相庄严。受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各位多拜佛，多拜佛，下辈子你做模特儿啊，然后每拜一个佛做一次国王，所以受八关斋戒划得来啊。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你要讲好，我一世人都受八关斋，太好了啊！那我们出家人是以八关斋戒做基础，然后再受出家戒。所以那各位你听我这样讲，那出家持戒福报大不大？就跳就跳为什么？因为福报很大，可以利益很多人。一子出家，9玄7祖尽超生。所以我各位都知道，我妈妈得癌症，我发愿受1年八关斋戒，然后出家。
我只发愿而已，我妈妈就好了。不可思议，所以我认为这个佛教太不可思议了，医生都没办法相信。医生说不可能，但是他去查，明明就是没有了。受八关斋戒可以改变，所以佛陀要我们这样来受戒。但是受八关斋戒最主要是身体、嘴巴、心态修行，跟有钱没钱没关系。身体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今天男女不一起睡觉。第四个，嘴巴念一下，不骗人，不骂人，不说是非，不随便聊天，各位要守好，守好守久了，你改变了，你先生太太，哇，温安那边沉默是金，开始发财了，因为他改变骂人的习惯，他就会发财。改变骂人的习惯，他心脏就会好。受八关斋戒可以消除病苦。再来，心里面念一下，念佛、念法、念僧，心里都念好的，念佛好慈悲啊，不动如来。再背一次，诸缘不动，无嗔大悲，持戒忍辱，成就佛道。那你回去最好把它背下来，或是你听不懂，问能听得懂的写下来。拜佛是拜他的道德，他的功德，所以他因为这个功德变成一个蓝色，蓝色就是不变的意思，永恒不变的意思，叫蓝色的，他用蓝色来代表这个。白色是代表永远慈悲，然后白衣观音呢，白色是悲观音呢，所以各种颜色不一样啊。就像你要谈恋爱，这个男人送你一朵黑色的花，你也气息，那个是要参加丧礼的嘞。所以颜色有代表的，就像各位今天穿黑色代表什么？惭愧、忏悔那惭愧、忏悔就可以改变命运嘛，因为你们是在家人，在家人没法多要做生意啊，还要吃肉还要造很多恶业啊，没办法啊，为了赚钱，为了生活，你要吃素，你老公不让你吃素啊，对不对？等等等等，那至少你守八关斋戒，把之前的业障消除掉，然后呢，修功德，所以来世。做后亚郎，做国王，做升天天神，或是去极乐世界。所以八关斋戒的重点就是不要伤害众生。第二个，不要有贪的念头欲望。那好好守，加上各位又会念佛诵经，又会做善事，然后呢就改变了。所以重不重要？重要给你10000条。八关斋戒10000条用得完了，八关斋戒用没完呢。20小节不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守一天20小节，这个节一节即一年呢。如果你想要解脱，想要看出家，心里想说出家多好，这样以这个心态来守八关斋戒，加3倍60小节。那如果你今天行菩萨道，我守八关斋戒，回向给死亡的众生，回向给生病的人，回向给众生，愿他们离苦，以这个慈悲心守八关斋戒，然后功德几倍呢？念一下，200万劫，200万劫富贵自在，永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200万劫。所以各位以后有人受八关斋戒，你就算没办法来，你护持他们，护持他们，打斋啊，帮忙出钱啊，然后那是用你妈妈名字，你妈妈没有来受八关斋戒，但是你帮她出一条供养，她也得到功德，因为她不会来你老公不会来那你帮她做功德可以的，买水来给大家，买水果来供养，买花来供养可以。然后让他得到功德，所以我想这么多人一起受戒，那总会花一点钱开冷气
但是我们叫出钱啊，像我都会出钱，然后我用我妈妈出钱，因为我妈妈不会来受保管斋戒的啊，但是她没有那个善根呢、啊，那但是我做儿子的，我替他做功德，所以生到好囝真要紧。他替你做功德啊，出去的好劳务嘛，真要紧的。妈妈每天做功德给儿子，对不对？啊，你老公打麻将，你所报还在借，嘎仔一撮流利，对不对？你会帮他做功德放生，所以这个叫结好缘。有些人是来偷贼。我你就干苦就干苦就排名，那有些是来报恩的，啊，妈妈杀生，儿子吃素回向给妈妈，那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嘛，这个儿子替妈妈守报关斋戒忏悔，妈妈虽然杀生，死后还升天，那种因为儿子在帮他做，所以那我们如果受报关斋戒，能够回向给所有众生，那功德就很大了。好，那这样了解。25页第三行下面，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内以六念尽其自意，为第一念佛慈悲导师，第二念法三世佛母，第三念身人天福田，第四念天长寿安乐，第五念戒清净身心，第六念布施普济贫穷。所以内心要保持好的念头，念佛，念佛法你的经典，念菩萨出家人的清净，念升天极乐世界的快乐，念持戒让自己净化消业障，念布施回向给所有印尼人，所有华人，所有动物啊，甚至各位垂一掌啊，吃素，带着你儿子去老人院、孤儿院帮忙啊，然后也去放生，去做好事啊。然后除了我们拜佛，然后多帮助别人，甚至你在家里诵地藏经、诵阿弥陀经，回向给众生，要念布施，普济贫穷。所以外在以八条戒律约束身体和嘴巴，刚刚有讲过，第一。不杀害众生，第二不偷盗，第三男女之间全断淫欲。再念一遍，来，全断淫欲，好不好？这样就好了。人很艰苦，要谈恋爱生子很艰苦，出家没有这个。虽然你这辈子可能不能出家，但是你刚刚跟我念一遍，你已经中了一个将来解脱的因啊，下辈子你投胎来，不想要结婚，不是想结婚结不了婚，那个不算啊，想结婚结不了婚还是业障啊，啊，你不想结婚哦，很帅的男人，很漂亮的女人，不想谈恋爱，找麻烦，这个叫善根。那各位要心里经常念这个，种这个善根，你很快乐。不然你鬼刚争争争争争，我也不知道要冲啥，因为我画给老公看啊，免得外面有小三啊，你一世人都在烦恼，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要跟人家比漂亮啊。我跟你讲啊，我跑那么多国家啊，印尼的女人算最好命，足够威了。哇，穿漂亮啊，那个头发每天烫啊，我没看过了、啊、旁边还带工人呢、啊，带小孩了没有的，对不对？再有钱的国家也没有带工人，谁敢自己顾了？对不对？你敢生生给人顾，自己去美容院了？印尼查某很好命，你别再哭啊！大厝还大间，工人还多，还有车。你到美国呢，自己开车，大肚子也要自己开车啊！所以很好命了。你卖过念啊啦，谢谢念，但是人就不知足，人给别还好嘞，啊，但是已经很好了。你去新加坡哪有一个女人在化妆了？没钱呢，很贵的啊，对不对？大家上班很贵的、啊，穿一个短裤就不错了，啊，所以他们就比较水。马来西亚女人也是这样啊，
我认识很多华人，看看看，还是印尼同胞名的啊，还是同胞名，不脾气就坏了你们。所以算你们上辈子有修，这个叫什么？修什么道？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就爱睡，很嫉妒，脾气够坏。阿修罗道就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你升天就好一点，升天就不会嫉妒，不用跟人家拼漂不漂亮。升天是每个都很漂亮，每个都很快乐。那为什么阿修罗道？你有做善事，但是你爱生气，嫉妒心很强，升不了天。啊，你要升天，你要嫁几万的翁无差。啊，你升天可以娶一亿个太太，无人冤家。啊，因为天上就是很快乐，欲界天嘛，对不对？但是人间，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嫉妒痛苦就很烦。那像我们弄边变就快乐了，不用跟人家竞争，也不用羡慕别人，对不对？出家 OK 了，同烟头剃光头，弄边点头章，那多快乐嘛！啊，无钱 OK， 无要紧，无钱来帮我包念佛啊，不用跟人家为钱啊，为感情啊。很麻烦呢、啊，很麻烦啊！所以各位，快乐不是得到叫快乐，不需要才是快乐。有欲望好像很快乐，但是没欲望真快乐啊！因为你有欲望，然后欲望不满足，都会变化，你就会很痛苦，很痛苦。所以内心很平静，很平静，不需要欲望，就叫阿罗汉嘛，很快乐。那今天受报完斋戒就过这种生活，不用化妆，晚上不吃不听音乐，你觉得好快乐啊，好平静。平常一直画手机画手机，今天不要啊，那你觉得哦，不用手机多快乐啊，时间很多，你在被冲上早给困啊。不然平常忙，现在忙忙看电视看手机，忙忙忙忙不完的事情啊，那八关斋戒叫你没有这些，清清静静，很平静，进阿罗汉，像阿罗汉。进一步呢，帮助别人呢，念佛回向给他们，很快乐啊。所以那各位要了解这个意思，乃至第八离非时时，所以今天晚上不要吃，时间很多，就不用这边煮菜啊，这边搅完八道丢丢啊，啊，困不起啊。很麻烦，而且你不会打瞌睡，精神很好。明天早上不到五点自己醒来，为什么？晚上不吃会少睡两个钟头，精神很好啊。晚上不吃没想安没想不安，没有欲望，没有欲望，身体容易健康啊，容易恢复。因为我们的胃啊、肠啊、肝啊，为什么容易坏？因为每天吃很多，他每天都在工作工作。中午吃的还没消化，你晚上又吃，吃完又吃宵夜，你赶快派去啊！啊，但是你晚上不吃，他就休息，他就可以休息得很好。那你会发觉，如果你天天晚上不吃，至少多活10岁、20岁。啊，别人60岁就老了，那你70、80岁还年轻，因为你的干干净净。所以练习，练习晚上吃少一点点。啊，平常也不要吃太多，6、7分 OK 了 ，OK 了，不要一直加个八豆多多加倍来，啊，然后又胖胖胖胖，你不爱我，我怎么爱你？你那么胖，这他只能骗你，不能爱你，污了污了，我就爱你，我要补一，对不对？那没办法，欲望强，我们这个还好，你去美国，天哪，啊。他们那个习惯怎么胖成那个样子，他们习惯了，反正大家都胖，我定他们习惯吃很甜很油，所以晚上不吃。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成为出世正因，就是解脱的往生净土了。你已经种下了这个因，解脱根本啊，将来可以脱离生死。好，那现在各位要相信，也观想，通通来了，然后就坐在
们为了准备好这个位置，又有食物，又有各种的，那我们还没有超度的都来了，做神的也来了，做神的父母祖先如果来了，一起参加报关斋戒，他就会跳很高，跳很高啊。在极乐世界的就不会来，但是您在这边修功德，他就可以越来越高，一品、二品、三品，最高九品。那有人问说，他妈妈去投胎了，做功德有用吗？你做功德给他，他最近就很健康、很快乐，因为你得到福报。那你最近为他杀鸡杀猪，好像最近又开始生病了，所以这个佛教叫互相影响。你上辈子的儿子替你在送地藏经，哦，功德很大啊！就像你生病了，有人帮你送地藏经回向给你，你也会好，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世界就不断的互相影响。所以你写一本很好的书留下来，每个人看到这个书心情都很好，很快乐。那这本书流传一万年，那你每天就会觉得心情好。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看你的书，一直在做善事，你就福报很大。如果你写了一本不好的书，伤害别人，教人家怎么去打猎，教人家怎么去杀生，只要这本书都在，你永远没办法脱离地狱啊，一直痛苦，因为你这本书伤害别人。所以各位了解这个啊，最好的方法多印经典啊，你只要看到哪一本经典很好，印一千本两千本，特别翻成印尼文了更重要啊，给印尼的年轻人看，一直印一直印啊。所以印光大师说，印经典有十大功德，他一直讲，造佛像也好，造佛像人家一直拜啊，印经典人家可以念。所以有人说啊，叫你念五百遍地藏经，我不会念，那你就印五百部地藏经送给寺庙嘛，对不对？寺庙而且还翻成印尼文，他们每次都要念，每次都要念，都用你的本子，就像这个报关斋戒用好几次啦，对不对？那每个人拿到这一本，他就会受报关斋戒，所以以后你就可以印多一点，让人家带回家，自己家里受报关斋戒。那各位要懂得制造好的因果，这样啦啊，一直制造好的因果啊。你告诉你的女儿，你要漂亮，要漂亮，女孩子要漂亮，那多买花就供养佛啊，或请人家买花供养佛像啊，那他希望皮肤很漂亮。那人家寺庙要粉刷，要弄地板啊，你要叫他做。这个人大小便肚子不舒服，人家做厕所你要出钱，你要懂得这个。腰不好要怎么办？上回讲腰不好要做柱子，柱子做条啊，你的腰就可以撑很久，这样的。所以啊，做地板女人健康，做天花板男人健康啊。然后做浴室给人家洗澡啊，那皮肤病好，好睡觉；做衣服给人家穿，那你永远有衣服穿；送食物给人家吃，那你这个人就很会吃，健康快乐。因为对方所得到的好处都会发生在你身上，对方所痛苦也会发生在你身上。那各位了解这个如此，所以我们一直供佛哦，佛供佛功德很大。然后再把这个功德又回向给更多的众生，然后福报更大。那各位今天所报完斋戒功德很大，那是回向给所有印尼人，对不对啊？这一次我们来好像是饭店的股东老板提供场地还是怎么样，哦，他福报大，他坐在那边等功德就好了啊，又帮他超度，又帮他做好事，所以因为他有福报嘛。所以各位将来以后你也跟你儿子说，好吧，就盖一间饭店啊，每一层办法会都给他们用啊，然后办报关斋戒房间都空出来，所有信徒都睡啊，对不对？以后报关斋戒昨天明天晚上就来睡觉，睡到明天上午早上四点 morning call 做早完课再回家，那不是很圆满吗？就等于睡在寺庙，平常做生意，对不对？一个月一次做寺庙，这样开饭店不错啊，里面餐厅只有吃素的，但是煮得很好吃又便宜，所以他就喜欢吃，便宜嘛，没话讲。那你做饭店可以赚钱，还有又可以办道场，虽然人家又喜欢来啊，
那你只要有个好心，就会有好报。所以台湾有，现在很多地方有那种阿弥陀佛饭店，啊，弥陀饭店，它很多开始有了，啊，吃素啊，而且里面都是佛教了，上面还有佛堂可以念佛，那他还可以赚钱，在家人可以这样做了，那出家人就不方便，因为出家人嘛，那在家人这样做提供给人方便，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 ACIP 赵吉林李炳莹医生。全球 COVID-19 的疫情也是足紧张的，差不多有20%的人，若是感染到 COVID-19 的话，会出现严重的病症。若是去住 COVID-19 的无风车，就会产生保护力，减少感染、严重病症和死亡的可能性。目前生活相关感染风险的人员来自 COVID-19 的无风车，就会帮助疫情的控制。若是大部分的人都有住无风车，就会有效的降低 COVID-19 的传播，让大家随时受到保护，都会安心的做工作和生活。若是想要了解较侪 COVID-19 无风车的代志，请参详疾管署的网站。皓月瑞雪映蓬栏，蔚然丘陵银岩峦，珠穆朗玛之净土，静谧山河隐世国，尼泊尔。地处亚洲文明的交界点，随着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孕育出其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同时深受印度教与佛教的影响。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北临雪域西藏，三面与印度接壤。从海拔8000多米的世界屋脊，到南部近海平面70米的土地平原，使得它有着气象万千的景致。兰皮尼位于尼泊尔的南部克莱平原，民风淳朴的乡村，人民以务农为生，
在与印度相距20多公里处，更是佛教创祖释迦牟尼佛的诞生之地。相传古印度基利国天贝城主善觉王为其夫人建造的花园蓝毗尼园，居西元前500年前，摩耶夫人按当地习俗需返回母家分娩，途经蓝毗尼花园时，在园内的一棵无忧树下降生释迦太子乔达摩悉达多。那个时候有一天，摩耶夫人守八关斋戒，那天夜圆日晚上在休息的时候，就看到4个天人把他用一个座给他提起来以后就带到这个浴池洗澡净化以后，然后抬到一个像一个四方的莲花台上面。那时候有一只白象，六牙白象啊，嘴巴含着莲花绕了摩耶夫人3圈啊，这个就是要感恩母亲，因为他要借他的母胎啊来示现成佛。当然摩耶夫人没有怀过孕啊，所以他的身心绝对清净，然后以后他的身体也不会再怀第二胎，而且母亲的寿命只剩下7天啊，所以剩下7天，而且具足所有功德又持戒，所以这样渡胎，所以绕了3圈以后，从他的右胁啊，当然按照印度的讲法，婆罗门是从头顶生的，然后呢手陀螺不好了是从脚底乃至膝盖生下来，然后呢圆满的人他就从右胁生下来。过去始终处于考古状态的蓝毗尼遗址，直至1967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前往当地参访，身为蓝毗尼所具有的独特宗教性与其历史性的意义所感动，希望借由蓝毗尼的存在意涵向尼泊尔政府提案，体现出佛陀对于众生无尽的教化与润泽，更得以实施意念证悟者释迦世尊。所以佛陀示现成为佛陀是为了报父母恩，报父恩，报母恩啊，是为了转法轮，是为了普度众生，那这个是一种愿的波罗蜜，而有这个愿你要累积这些善根力，让自己有这个力量，就像你发愿要在我，就像联合国要在这边盖这个叫愿然后呢给各个国家希望你们去盖寺庙，有些盖得起来，有些盖不起来有的愿还要有这些力量那盖起来以后还要怎么经营能够让寺庙发挥弘扬佛法的效果等等，那这些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思维，但是决定了以后就要祈请诸佛菩萨加持佛可以这样，我们也应该可以这样，所以求诸佛菩萨加持。如果你发了愿，而且你真心的要这样做，那你就有护法神，每一个愿就有无量护法神，只要你一直按照，就像你是乌龟，最后哪一天你会走到中间，不要投机取巧那这些护法神就永远在你身边，然后生生世世你就会往这一条路，我们叫菩提道然后最后你真能够圆满这个愿，能够不断的普度众生，成佛以后就任运自在千百亿化身的帮助众生。明澈如镜的水池倒映的是佛子们的敬仰与思念，红矮苍翠的菩提树高耸入云庇荫大地，随风飘扬的彩幡似乎传递着佛陀圣诞的喜悦，分享全世界。今日尼泊尔政府除了将蓝毗尼发展为纪念公园外，更设立信托基金会，
专职负责蓝毗尼的总体发展，维护各项建设。国际寺院区由中央运河分为东西两区，一切资源均用于佛法的研究与保存。圣院四周印有尼泊尔、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原建的寺庙，各语系佛教不分国家与种族，一同在此追随佛陀足迹，实践如来圣行。蓝毗尼是全世界佛教徒的光明圣域，象征成佛的无限希望，反映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佛子们，因世尊法语之教诲而汇集凝聚紧密相连的心。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